生，起疑问，此非伟大的佛陀，今天有众圣男子、圣女人等，齐聚梅兰河畔，举行放生仪式，祈愿借由珍贵功德利益，回向给所有学习到众生，让他们能够业障消除，离苦得乐，往生生圣道，亲近三宝，修学佛道，圆满无上菩提。此非伟大的佛陀，祈求你加倍让今天所有参加者、见闻者、学习者、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各个眷属和家平安，身心健康，让他们事业能顺利通达，心怀广进，家庭幸福美满，事事如意，尽善吉祥，在学佛路上能少烦少恼，业障消除，禅定增长，智慧增长，慈悲增长，让他们都能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能够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。也祈愿慈悲伟大的佛陀能够加倍泰国境内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经济繁荣，政局稳定，世界和平，不再天灾人祸。更祈愿太皇陛下建功康泰，广寿无疆，祈愿将一切功德利益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能够离苦得乐，精进三宝，修学佛道，圆满无上菩提。祈愿慈悲伟大的佛陀接收弟子众等至诚的祈愿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